君黑克奥斯丁的资格赛。哇哦，哇，那这次真的是大幅的，对，大幅进步，大幅就是。以往你只能第一名可以出去吗？对，就是我们之前看到不是 Sen 就是 Haas， 不然就是 Nice， 对，都是他们几个在轮。所以通常会有那种遗珠之憾，我好，我希望我支持的选手都可以为台湾争光，就还是只能派一个出去。没错，对，所以这一次算是大放送啦，而且我只能说这一次虽然说 Sen 回归，但是我觉得他并不是一个非常有力的夺冠代表。那是对，因为 Sen 其实是在前阵子才回来打的。对，那这一次应该没有意外，我觉得像Haas 啊，跟 Rux 啊，哦，这两位选手，还有 Nice， 应该都是蛮有机会夺冠的。好，那我们话不多说，直接来进行第一场赛事哦。第一场是由 Nice 对上这个 Vasra Vena， 哦，日本虫王啊。地图的右下方，左下方是日本虫王，蓝色虫族。那地图的右下方哦，指的是红色的神族 Nice 哦，目前号称。台湾，我之前讲说他是台湾第一神的时候，他就狂输，你知道吗？哦，所以我害我现在不敢讲。听说你昨天蛮奶的，还好啦，我昨天只是下个祭品，结果是谁不知道这个黑石真的是超级不给面子，但后来他还是有赢啊。我刚原本以为你要说他那个日本虫王而已。日本虫王对，原本因为我们刚刚前面有在讨论说他的名字到底要怎么念，然后拉吉就说好没关系，我等等就叫他日本虫王就好了。就你还是刚尝试念他的名字，对，我们还是要念一下，啊，对不 对？反正你不是会有一个辉哥小教室吗？哦，对，我等你纠正我。可是你有可能念错，我上次有念他的名字啊，但是和那个 Google 小姐说不一样，我觉得应该是 Google 小姐错了。没错，好，那这一场哦，这边是直接一个裸装以后提速果开哦，算是一个蛮常规的打法。那 Nice 则是一个正常的单兵营开二矿，Nice 几乎都这样打。兵营放的时候过去侦查，这样的话你第一时间就算侦查到人家十二 D， 你要守也是守得住。没错，那像昨天九零六就打了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打法，比如说他直接双 BG， 然后刷两只教室，然后打前压嘛。对，给压制，但是他不是给压制，他是送兵吗？他是送兵。被侦查到的话，其实还是算好守啦，只要对方没有裸三的话，没错，裸双都还是算好守。好。那这边 Nice 也是一个很常规的，其实我们之前有说过 Nice 的风格就是比较偏正统的韩风哦，就是他的打法其实就是跟目前韩国的一线选手是相当接近的。对，像最近Stace， 对 Stace 的打法，刚拿一个GSO冠军 ，Nice 就直接把他的招式学走。没错。好，那这一场其实，在第一，我们都说这一次小组赛是一个 BOSS 三的赛事，第一场赛事其实往往都是最重要的哦。你先拿到一分，其实那个压力直接就丢给这个日本虫王。哦，第一时间下 VC， 但是这一个王虫有没有机会看到？哦，那个就算看到也没差。对，对，反正干那边就是要给你看的嘛，对不对？对，就像前阵子也是很多，像这张图，他可能直接用那个星际之门堵口，但是都是没有在怕你给你看，他就只是一个开局的手段。但刚刚那个王虫好像没有看到 VC 哦，这种这一个二矿，这个三矿时间点其实也是蛮快，但是第一时间已经被 Nice 发现了。好，这边因为 Nice 他还没有下 VR，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要打那个教那有攻速的教室。是的，哦，这一个只是试探性来侦查一下，应该是不会飘啦。取消了。昨天的906就是飘，说我们绝对会取消，他都会按进去的。他各种飘给你看。我觉得他是紧张啊。哦，原来。对，就我个人对他了解，他是说他是用笔电打的。哦，是哦。那事实上怎样我不知道。哎呀，我跟你讲，他说不定用桌垫打，骗你说我用笔电打。真的。对不对？买一个保险的。对。好，那这边我直接刷出了大概八条狗。对，那时间在三分半，狗数也好了。那目前来看的话，我个人觉得现在目前是算平盘嘛，毕竟我三矿也没有被做骚扰。但等一下，这边看起来 Nice 应该会打一个临近侧袭，然后正面教室去飘袭飘的打法哦。哦，对，因为感觉上，因为他现在升这个教室攻速了，他目前有放 VR 吗？哎，我刚刚不是你刚刚不是有看到他说放 VR 吗？哎，没有，我是说他如果说有放 VR 的话，他有可能是引刀，没放的话有可能是正面飘教室，然后转别的打法。了解。那我刚看他正面应该好像是兵影哦，这好像是兵影哦。对啊，这看起来像兵影。对，都是兵影。哎，那个 V 哦，都兵影。对，都兵影。这样的话，应该是等等再刷三只教室以后先潜压，然后要么开矿，要么就放个什么 VS 之类的，转个打法。哎，哦，两个星际之门，海鲜之吗？啊，不，凤凰。凤凰，哎，凤凰。这时间点出先知已经打不太到东西了。没错，说到海鲜之的代表，我就会想到一个人。
哈斯，他最喜欢喝海鲜汁。其实我们上次来那个电，就是电竞馆开幕那一天，我们聊了很久。对对，然后他们就有在聊到说，哎、欸，就是黑石面对一些打法，他就说没关系，反正我就是海鲜汁都可以打。万解嘛。对，还有最近有一个观念哦，你看教室那个赤蛇的血量不加十吗？对于仙汁来说一样，也是四下。他是一样打的伤害次数是一样的，他没有那就没什么差，对，没有什么差，他是一样也是四下，确实。因为其实海鲜第一时间你没有发现它先知的数量，事实上是很容易被打伤的。对，哦，这狗有点多，哦，这狗非常多，哦，直接卡住一个矿位哦。哎，不过这个水晶塔还没有好，撑得住吗？这个、来得及，来得及。后面有两只教室来救。对，还可以，可以。哦，这个还是蛮赚的哦，虫族蛮亏的。对，我就说这是神族蛮赚，神族蛮赚的。对，因为他只死了一只教室，但是在杀了大概十条狗友。因为毕竟刚那个大光炮好，其实他刚刚虫族比较好的操作方式应该是拉一些狗去咬水晶塔，对，其他的包这样就好了。没错，水晶塔是一定要咬掉。好，那这边直接双 VS 海凤凰哦。而且重点是这边日虫王到现在还没有发现 Nice 的意图哦。这个也其实他好像也没有要抢啊，他就直接凤凰人家加飞了。对啊，应该说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他的侦查好像比较没有像 Rex 啊，还是 Sen 他们。对，你说飞王虫进去吗？对，一直去看哦。对对，江华他并不知道这个凤凰，这凤凰有点在发呆啊。没错，你看他这时候才放那个防空炮塔，不过他取代是他的科技其实蛮快的，他的这个刺蛇兽血已经完成到一半了。哇，这边直接二 VR 下去了，两个机械制造厂要出不朽者。对的，但是其实这个局势我目前是更看好 Nice 的啊，当然，对，因为 Nice 现在其实优势是我觉得是有优势的，因为毕竟他经济其实是不完全不输这个日本虫王的，没错，而且他的科技还是稍微领先。其实教大家一个简单判别局势优劣的方法，对，看人口，没错，看人口。我跟你讲就是这句话，我昨天对这句话很敏感。所以我就在说，有人问我说谁优势，哈斯跟那个 Winter 的比赛，我就说哈斯优势啊。然后那时候哈斯领先20人口，然后 Brett 就在下面讲说，啊，看人口就知道了。结果才他刚讲完，哈斯就送了20几人口过去，然后就反回来了，就变平局嘛，就平局了，还有点小。哇，啊，这边直接带走了，哦，这边直接打出 GG。怎么在我们在讲昨天的东西的时候，就突然 GG 了？这个其实虫族刚刚那一波压完以后，他补了一波农民，然后他要转出刺蛇这个单位，对，那结果被打一个空冲，被打一个空冲嘛。而且刚刚那个凤凰过去的时候，他又以为说，哎，今天那个虫族神族应该是要打营运的方，应该是要开三矿，然后把科技升上去出不朽者，这样慢慢来。对，就但其实 Nice 刚刚也不是打一波，他只是把他的教室往前飘，应该说他只是去压制，因为去看一下。对，因为前面虫族他狗已经送掉，他并没有补兵，他是直接补农民。对，然后他接着想要跳出刺蛇，然后又出了一点毒爆，所以说他其实是在一个刚补完农民正准备要爆兵的时候，然后被那个 Nice 一个压制。没错，应该说对于 Nice 来讲，他只是去看一下而已。刚那一波其实守住，因为 Nice 后面其实没有续兵，但是刚那一波就算守住了，那个虫族其实经济已经大也大伤了嘛，对，大力，基本上没得打，守住也就是没得打。对，那只能说 Nice 这应该说主要就是在前期第一波三矿那边防守 ，Nice 基本上是无损守下他的第一波狗星宫，就是一只教室，对，超赚。对，然后后续的反压，我觉得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完全没有发现对方凤凰，嗯，也没有去防，妈妈也没有做多一点，对，而且他方法也没有丢，然后第一时间又让这个教室飘到一个好的位置卡住，飘到二矿后面，对，对，基本上那一卡住，虫族就刚刚是有看到那个生产力有在出刺蛇，但真的是为时已晚了，对，没错，哇，如果说刚刚如果说刚刚虫族要守的话，他在自己的矿区里面多一点毒爆。然后一些狗，这样其实那一波还是很熟，因为毕竟只是个压制，他并不是那种全力在抱那个教室过来打你。没错，那第一场呢，我们先恭喜 Nice 先获得第一场的胜利，因为这个在波山里面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场赛事哦。那这边我因为还没有看到日本虫王的实力，其实还是不好说啊，因为据我所知，他好像第一次。再是在这个国家杯对上，因为我是听，那好久以前哦。对，我听那个 Hope 熊，他说他第一次看到他是在国家杯上面看到的。好，那这边第二场比赛开始的地图是深海礁岩哦，地图左上方是来自日本的 Vasra Vena， 日本虫王，蓝色的虫族。在地图的右下方是来自台湾的 Nice， 红色的神族。你刚刚在说英文吗？小教室，请更正我的发音。没有。我刚以为你在讲中文，没有没有，然后等他念完后，我才意识到哦，你在叫他名字。我跟你讲，等一下有很多聊天是在那边纠正我怎么念。对，
我上次其实有念过他的名字，然后后来我用哦，对，我刚讲过，我用 Google 出来，好像有点不太一样。所以你现在也没什么把握嘛，对不对？我就有一阵子了，因为他我那时候播他比赛，他是第一轮就爆开，第一轮就爆开，所以我后面就没有念过他的名字。好，那所以你现在祈祷他等一下也是直接在败者组也爆开，是？没有，我一定会，一定等等，一定我有机会会念到他名字。嗯，没错，对、啊，肯定会念到的。好，那这一场呢，这边日本双方一样哦，他是选择这个裸双，对、哦，也是很常规的打法。那 Nice 很稳，一样是单兵去开矿以后，直接一支工兵去做侦查。最近这张图啊，在 States 打 GS 的时候，他有用那个先知去定人家后面的那个矿区的工兵。对的，对，这张图其实这个很强，因为他有外太空，对，他不管是一矿、二矿、三矿。包括四矿、五矿，每一个矿后面都可以定。哎、欸，我记得我一开始跟你讲这个战术的时候，你还对我有点不屑一顾。我确实不屑一顾、啊。你是说这怎么会有用？没有，它是定到有差，但是它有很多方法可以解。我讲几个简单的，你可以做四条狗在那边巡逻。哦，也是。你本来就会做狗吧？那你狗变成你可能几只在前面当灯，剩下就直接在矿区巡逻。那个什么，那个先知的那个。禁制立场丢下去以后，其实是咬掉的。对，是可以打掉的。对啊，那你再盖个什么防空塔什么的，其实我觉得蛮稳的。没错，不过其实我把那个战术是归功于教室给虫族的压力。对，重点是教室。对，因为我们其实说了很多双线的东西，其实你双线要强，真的是前期你在前面的压制兵要够多。对，你要让他感到害怕，那才会有受迫性失误嘛。对啊，对，不然你说你的多线是先上面一传，下面一传谁撩你啊？对，各种解嘛，对不对？他远远就看到你，他可能正面没有压力的话，他就知道说你一定是从侧面来，他就加强防那个侧面的防守就好了。对的。那我们其实我们讲那个狙手那一场比赛，我觉得树到后面其实你看他第一次他在他们的翻战的第二场的时候被 Stace 这样用，他其实没什么被定，没错。然后到了最后一场的时候，就是后面几场反而在那个 Stace 没有在打正面的时候，他都会被定到。那我觉得是自己心态失衡，对，对啊。因为其实我们那天有看比赛的话，应该知道他第一场其实树是守得非常漂亮，对，拉得很好。他从第二场开始就开始有那种受迫性失误出现，对。好，那这边第一支教室一样老样子来看一下、哦。如果这是906教室，就是投去了就投不回了，你知道吗？嗯，还有是那个 A 组的那个 SHENG， 没错，他昨天也打出了风采啦。好，听说是打得不错了。有他有曾经一度要打赢 Rex， 但是我只能说，哎，对，好，赶紧逃命。他这个要咬掉的话，其实要包的比较机会。对，应该是咬不掉了，就直接跑走。拿走还不错，目前 Nice 的操作确实是蛮细腻的哦。这边一样要来选择一模一样的战术，符合三 BG 提这个教室的攻速，然后他也没有下其他的科技建筑物哦。我感觉他应该是想要三 BG 以后教室提速以后压制开三矿，看看这边，我觉得。虫族要空投、哦，对。其实上次不是我们讨论过，就是其实虫族空投这个流程，其实上打神族是蛮强的。神族前提是神族的打法是科技开，对对，像这种是压制开的，不怕空投。对。那如果说他今天是那种什么投影刀啊，或者是什么先知那种，就很怕被投。没错。可是这个也太多了吧？我这次要打一波、哦。对啊。他是妈妈空投，啊、不过这被发现了 ，Oh my god！、哎、哇，这被发现太亏了。这个一被发现，其实 Nice 应该就知道怎么守。妈妈球直接往矿里面。他其实没有看到很多，他只看到一船兵，所以他不知道后面还有四那个四只后虫的空投，他直接投脸了。对的。哎，这个教室不要往外走啊！我认真讲，这完全没有机会，这个虫族打不下来。对，因为毕竟就像你刚刚讲，他又不是走科技开，对，他打基本三 BG 的爆教室，基本上你打这种前期跟他压制是打不太赢的。哇，后虫直接投上去，后虫直接投他脸上。哎，母舰核心呢？母舰核心呢？母舰核心在哪儿？我建议在主矿那边。哦呦呦，好，大光炮两个放下。哇，这一下去不得了了。对，这边其实神族操作有一个细节哦，他是要先杀狗，对，再打后虫，因为后虫比较硬一点，那狗的伤害比较高。没错。哇，上面的这教室全部都残血。哇哇，这边轻松守住。哇 ，nice！ 我觉得他应该说是这个日本虫王，他应该打的有点心急啊。我跟你讲，这个打法虫族这个打法是四分。对。刚刚我看一下左下角时间已经五分了，没错。所以说那个他的名字有难念，日本虫王他的打法其实是你怎么不念他的名字呢？
应该是 Vice Lavena， Vice 我猜是这样子。Okay, 对， okay. 然后他的打法其实是，他盖三矿要骗 Nice 说，哎、欸，我今天是要打云云的，我们要放招。然后他就是拉抓一个，因为他盖了三矿，所以说他这个 timing 会晚一点点。对的。所以说他刚我们投中，我们看到其实最快的时候3:50还是4分就可以投。没错。然后他到了5分钟才投，那他是为了要骗 Nice 说，哎、欸。我们要打你一波。对，那很可惜，我刚刚讲过这个打法。如果说 Nice 今天他不是打科技开，他不是打什么，最近不是红了什么丢影刀啊，或是什么VCVR 啊，对对对对，就是只要是科技开的打法，被这种打法打，其实真的很容易死。没错。但很可惜，今天 Nice 打的就是他连其实他连续两场都是打三 BG 压制，这种打法其实是不怕你空投，就直接就是完爆嘛。对，完爆。对，那我们这样恭喜 Nice 哦，先获得这个小组的第一场包三的胜利，已经以这个胜者组。在上面等着人啊，那下一场就是我们这个 JoJo Rush， 就是啊，辉你应该非常了解。昨天赛比嘛，对对，我的昔日队友，对，也是曾经台湾最会搞的虫族啊，对，然后他对上则是现在的台湾人类的希望哦，小狼，小狼，对，也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哦，精彩比赛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灭绝生灵的伟大战役，这都是。